好，我叫王薇，我是高敏，豆豆，吴景辉，秦勇，明明，哇，那多美丽、啊！我叫何阳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。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我用我的梦想改变不被看好的人生。我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中国拉丁小胖。请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背后那20多万的整形受害者，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。即使生活不热爱我，我也要热爱生活，永不言败。人生并不是一次高考，他们每个人都是平凡英雄。你陪我长大，我陪你变老。这里面有爱，有责任，微笑着做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冯莹的老公杨海滨。我就是冯莹，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你上节目梦想是什么呢？给我老公找一个女朋友。我做了3次开颅手术，爱情的力量让我活了下来。我俩认识的时候通过摇一摇。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失去他。我们用爱情打败疾病，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定生死相依。有请本期主角。你们好，来跟大家认识一下吧，好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冯莹，坐哪儿呗？你坐哪儿？你俩怎么一直站着呢？我看你们俩小情侣手牵着手，是刚新婚呢，还是还恋爱呢？没有，我俩结婚今年3年了。真的甜蜜，你看人家那么甜蜜，有点激动是吧？对，你让男生说两句呀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海滨，是冯莹的老公。嗯，你们俩结婚3年了，还这么腻是吗？没办法。好像我们几位嘉宾不牵手都不好意思了。来，你看他俩这么恩爱啊。什么叫没办法？那就是这么相爱。哎呀，深刻的刺激了啊。秀恩爱秀得太自然了。我知道你们这个婚礼啊特别的轰动，都上了头条了是吧？啊，对，因为当时来观看的婚礼的人特别特别的多。哦，所以说有多少人啊？大概有几千人吧。那么多人，这得收多少份子钱啊？这是个秘密，不能说。哦，有老公上台特别交代了，这不能说。这人来这么多，你这个能招待得过来吗？一般这个我不管的，我当天是主角，只管好自己美美的，是吧？对，我当天是主角。主角。就是这么相爱。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来呢？因为我们的那场婚礼是一场公益型的婚礼，所以说来的人特别特别的多。因为我身体不太好，生病了，小肿瘤4级，最高级恶性肿瘤，在5年0.3个月之内，我做了3次开颅手术，经历了好几次鬼门关。但是现在依然很幸福，显然跟你的爱情很有关。肯定啊，因为都是老公把我养得这么好。